腰在缆车。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你学什么？学这个？很特别，very special。救命啊！抱着飞机上飞机。抱着飞机上飞机，抱着飞机上飞机，抱着飞机上飞机。胡梅一直讲成抱着飞机上飞机。哦，飞机，抱着飞机，上飞机，上飞机。对对对。好的，现场的所有朋友以及收看我爱偶像的粉丝们，请注意，现在在我身边呢是粉丝界最喜欢的 CP 组合龙梅组合来喽。这样子的 CP 组来台湾做见面会，对吧？心情如何呢？네우선에이핑크랑은또자주갔었는데또우리랑은처음가서굉장히긴장도되고기대도많이하고있고빨리팬여러분들만나보고싶습니다台湾的粉丝也一样，跟你们一样心情，好想要赶快近距离跟你们接触一下。那问一下初龙，可不可以帮我透露一下这次的见面会有什么样的内容？저희가데뷔하고처음으로또유닛으로팬미팅을하는거기때문에나머지멤버들의빈자리가느껴지지않게최대한열심히준비를하고있습니다네그래서아마대만곡도선보일것같고또둘이준비한스페셜무대도준비중이니까기대많이해주셨으면좋겠습니다因为呢我们都知道其实两位已经蛮常来台湾了所以我们也就不问你们想吃什么或干嘛？我们直接进我们比较进阶版的问题。对对哦，那你们好，我们先进这个任务之前，你们有可以先跟我们用中文看看大家两位会讲的有哪些中文吗？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你学什么？怎样学这个？어렸을때중국에갔었을때배웠던것중에하나인데아직까지기억이나왠지는잘모르겠어요很特别 very special 救命啊후미는저요정확히맞는지모르겠지만진짜어떡하차뭐라고요진짜어떡하차진짜진짜어떡진짜어떡하차수고하셨습니다아아싱글로아니네请多多关照。是韩文是什么啊？好长哦，잘부탁해네맞아요네잘부탁해잘부탁해잘부탁해요然后顺便再学一个辛苦了，好了。아辛苦了，수고하셨습니다왜이렇게어렵게배운거죠진짜똑같아이렇게싱쿨러짧은아没有没有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first time we meet we say 请多多关照。请多多关照，请多多关照。那是肯定，请多多关照。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要讲这一句，因为我们要继续反问。两位的中文程度都很好，所以我们要直接进入这个绕口令。我们总希望我能的。OK， 짠짠。好，你先等一下好了。亲亲，잠깐만요，我念一下哈。妈妈骑马。妈妈骑马，马慢，马慢。妈妈骂马，妈妈骂马。意思就是说，mother ride a horse and the horse very slowly and the mother is angry and shout to the horse. So wait, why are you so slow? Like this. The meaning is like this. It's very boring. But the.这个 voice is very interesting， 就是一个准，这样看他们有懂，好厉害。对对对对，好，再来一次哦。妈妈骑马，马慢。妈妈骑马，马慢。妈妈骂马，妈妈骂马。好，有办法一次吗？妈妈骑马，马慢。妈妈骂马。厉害！妈妈骑马，马慢。妈妈骂马。好，你歪掉了。
妈妈亲妈妈慢，妈妈妈妈。是比较可爱版本。妈妈，我再造，我再造。妈妈骑马马慢，妈妈骂马。妈妈骑马马慢，妈妈骂马。啊，可以可以可以，也很厉害。这个更哦哦，抱着灰机上飞机。嗯。抱着灰机，抱着飞机上飞机，上飞机。飞机起飞，飞机起飞，飞机要飞，飞机要飞。The meaning is a person hold a gray chicken and go to the airplane, and the airplane is going to fly, and the gray chicken is going to fly too. Yes. 抱着灰机上飞机，抱着灰机上飞机，飞机起飞。飞机起飞，飞机要飞，飞机要飞。哎，不错哦，来来来，有办法两句一起吗？很难。我默了，默不得。抱着飞机上飞机，抱着飞机上飞机。哦，抱着飞机上飞机，抱着飞机上飞机。胡梅一直讲成抱着飞机上飞机。哦，飞机。抱着飞机，上飞机，上飞机。对对对对对。飞机是 airplane。嗯，抱着飞机上飞机，抱着飞机上飞机，飞机起飞，飞机要飞，飞机起飞，飞机要飞。耶、yeah! ！不错不错不错，很好，哇！通过。那这个就送给你们当礼物。可以给其他成员也练习一下，因为这个真的蛮难的。没有啦，真正的礼物在这里啦。哇，这个是新的口味。哦，对，因为两位都太厉害，所以。哦，谢谢！哇，巧克力，对，巧克力的，嗯，而且我今天也是第一次看到有这个口味，哇，看上去，看上去，哦，啊，真的吗？没关系，台湾很多啦，啊，你们可以先吃。然后我还要再问一下，就是因为初龙刚从台湾回韩国嘛，这次你有去哪里玩吗？我看你 IG 发好多照片。哦，사실어제바로다녀왔는데어제대만에서돌아왔거든요대만뷰티프로그램촬영차다녀왔고처음으로하는해외에서처음으로이제개인스케줄이어서굉장히설레기도하고재밌기도했습니다珍珠奶茶好喝吗？네굉장히한국에서핫한그블랙타이거슈가버블티아와그거먹고왔어요很厉害耶！这个我们去排队也很难买到哎。哦，韩国에서도줄이너무길어서한번도못먹었었는데대만에서먹어서진이는这次来有没有想要完成什么样的心愿？哦，우선야시장은무조건가야되지않나생각하고또예전에나은이랑한번대만놀이기구를탄적이있었어요그래서그렇게놀이기구도한번더타러가보고싶어요夜市有很多很好玩的。야시장에서뭘했다기보다다먹기만했던거같아요망고빙수도버블티도먹고都很厉害，比台湾人更了解台湾。啊，对。然后因为波米的生日也快到了，也在这边先提前祝你生日快乐。谢谢。那大家台湾的粉丝听到了，那个波米喜欢吃芒果冰啊，然后也喜欢去逛各种夜市，所以那个请台湾的粉丝赶快准备好一堆芒果冰来欢迎你们去台湾。啊，嗯。근데갈때마다팬분들이항상보기치는막공항에서부터선물해주고이러세요아真的假的？너무감사해요哦，谢谢谢谢谢你们。哎，要问一下帮台湾的粉丝，因为我们都知道两位真的感情非常好，感情好到什么样的程度呢？是可以。好到帮对方挤痘痘吗？还是互吃对方便当的主菜都不会生气？어떻게지요정도와아근데같이살고있어서모든거를알고있을정도로가족같이친하죠如果你的手机里面存对方的名字是什么？저는그냥윤보미하트哦，全名哦，其实也是，因为叫全名真的才是最熟的。难的呀，对，因为像是最常叫我们全名的就是妈妈嘛，我爸爸就莫子丽，莫子丽，波米这样子。哦，那波米呢？初龙的电话是什么？初龙啊，你哈都有一个爱
정말 소중한 사람들한테 하트를 많이 붙여서 对，我好像我电话里面也没有帮别人存什么爱心，真的感情要够好才有。我们也常看到在朴龙啊，好像很常po朴美一些就是耍笨的影片，就是在你的那个平台上面可以看得到。可不可以在这边补讲三个你觉得朴美可爱的地方？일단털털해서귀여운것같아요털털해서귀엽고잘먹어서귀엽고몸이귀여워요몸이身体身体很可爱身体的哪个器官最可爱呢胃很可爱吧 stomach 어그냥전체적으로몸이귀엽게들렸어全身都可爱全身都很可爱好比较少人是说一个人的身体跟器官很可爱啊很特别那个朴美也讲出了三个可爱的地方좋은점嗯어우선귀여운점이요뭔가팀에리더여서묵직할것만같은데생각보다굉장히막내처럼놀아요지금되게무식해굉장히조용해보이지만그뒤에살짝안정매력那你要多拍一些他这种影片哦，제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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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吗？또음식을많이해줘요주로吗？응쪼롱언니가저한테음식을어做什么料理？어그망고요거트라고요거트막위에망고이렇게얹어가지고그것도해줬고또고구마마탕도예전에해줬었고또쿠키도만들어줬었고너무많아서네잘했어요厉害哦哇这样真的是很有魅力因为他就这样看起来冷冷静静的然后又有可爱的一面又会做料理难怪大家都那么爱你谢谢可是说到吃的话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 APINK 整团就是传说中的吃货团大家都知道大家很网络上有很多你们一直就疯狂吃东西的影片在整团当中啊你们觉得谁的食量是最大的但몸이굉장히맛있게잘먹고남주영도맛집찾아다니는거굉장히좋아하고은지도음식도다좋아하는데은지도좋아하고나은이도되게좋고네다좋아하는저희멤버들이음식에대한욕심이굉장히많아가지고맛있는거서로공유하고이런거되게좋아해요因为刚才也提到朴美真的朴美吃东西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肚子就好饿哦哦、粉丝有这样跟你讲过吗对제먹는모습을 좋아해주시는팬분들이많더라고요앞으로도열심히먹겠습니다可是两位又那么瘦可不可以公开一下你们的菜单怎么样可以吃很多可是呢又保持好的身材저는워낙먹는거를좋아해서좀운동을좀열심히하는편이에요그래서시간이나면일주일에한세번네번정도는꼭이제운동을하러다니고쉴때는사실활동기가아닐때는좀편하게먹는편인것같아요그래서몸무게변화가조금급변입니다활동을안할때는쉴때는식단관리를좀많이하는편인것같아요과일위주로먹으려고노력하고좋아하는음식들을좀끊는편인것같아요那我想大家也是要笔记起来就是你吃多少就要运动多少然后还是要自己有所节制不要觉得说啊姐姐们好像一直吃都不会胖你们也照着做那不行哦你们照着做只是会越吃越胖哦要用自己的运动哦想要的 OK 真的吗这样有办法有默契吗一二三谁在讲答案一二三马上我